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一样来到那个头溪上游啊，继续往下游调查一下。有人钓，超级小条的。小资金啊，超级小资金，他有资金，够当的资金。
机车。超级小时哇哇这么屌，啊我是500啊，这边被冲垮了啊，它下游鱼货不佳了，可能跟水色也有关系，今天水比较浊一点，好啦，下回再来看看啦，好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放鱼了，一点点了，这边还是比较深一点，有鸡哥了，石冰了，石冰，然后这边比较缺，因为石冰也不少，今天水太浊了，不好钓。来石冰，来石冰。